2019 nCoV 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使用说明。首先，医护人员要穿好防护服，穿戴洁净的手套、护目镜、口罩。第一步，拆开包装，把所有试剂准备好。拆开铝箔袋，取出检测卡。第二步，加入10微升血清、血浆或全血样本到检测卡的小加样孔。再向检测卡的大加样孔加入 3D 样本稀释液。按下定时秒表，15分钟后观察检测结果。只有一条红色反应线，表示新型冠状病毒阴性；有两条红色反应线，表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。若显阳性，建议尽快到疾控中心或医院进行确诊实验。